阳千玺化身千面惊喜，在十日播出的某节目中，屋里易大佬再次解锁大量新坐姿。图组中，易烊千玺身穿白色高领卫衣，外搭蓝绿色休闲装、黑色休闲裤，头戴三色发带，整体造型活力十足，酷帅满点。盘腿的大佬坐姿霸气十足，抱腿甜笑时又呆萌可爱。易烊千玺不仅实力技能满点，偶像技能也是解锁不同风格，霸气与可爱兼具。网友纷纷评论，易烊千玺坐姿是大佬本人了，大佬就是不一般，给队长们沙发的话，千玺还能做出北京摊来，上炕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